接下来再来关注沪港通方面的消息。昨天呢，沪股通净买入35.61亿，连续五天净流入，累计流入62.56亿，当日额度剩余94.39亿，余额占比为73%。港股通净卖出2.09亿，当日额度剩余107.09亿，余额占比为102%，打破自去年10月28号以来的净流入状态。